欢迎收看《一鼓作气》，我是俊成。今天不打鼓，要来分享我的生活。在工厂做事太无聊，来拍片分享一下机械产业线切割。记得要先订阅哟。这台就是 CNC 线切割机，由我来操作示范。拿起剪刀，将铜线剪断。剪断之后要按按钮，将下方的铜线抽离。接着拿起六角扳手，将完成的工件取下。再装下一块。方向位置要正确，锁好，转一些线出来，准备穿线。因为在水里加工会有折射，穿线很吃经验。线穿好后，就按下启动开关，开始加工。用风枪喷干工件，防止生锈，并检查尺寸是否正确。谢谢观赏，期待您下次再来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